大家好，别着急，咱们稍微等等人，好吧？稍微等等人。今天呢很开心，今天很开心，价高点。来早了啊，先聊点闲篇啊，先聊点闲篇，叫首尔印象。首尔印象，首尔印象呢，就是这次呢，是带领的中国的业余的联队啊，同道伟业 FC 啊，去了这个韩国啊，在国家队比赛之前一天呢，和韩国的 STV FC 呢进行了一场比赛。我知道这场比赛呢，其实你要说跟国足比起来，那基本上不值一提啊，因为大家呢关注的焦点呢肯定是在国足身上。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其实呢，坦白讲啊，也是具有韩国足球的风格，虽然他是业余，其实就是你要坦白讲，就是一群跑的没有韩国国脚快啊，但是技术没有韩国国脚精啊，力量没有韩国国脚足，但是踢球风格、方式方法、思维理念啊，和韩国的这些国脚没有什么太多区别的这么一支韩国的球队啊，它是业余的球队。教练呢是拥有国际足联啊，不是欧足联 C 级教练证的一个25岁的年轻人。然后呢，他们是一群有梦想的韩国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目标呢是两年以后呢进入韩国 K3 联赛，然后也不四年以后进入 K2, 六年以后进入 K3, K1, 然后呢九年以后呢八年以后呢夺取这个联赛 K1 冠军，九年以后呢夺取亚冠冠军和世界俱乐部冠军杯的冠军啊，是一直有梦想。有一首歌呢就是只要有梦就会有明天。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呢，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值得尊重，所以我很尊重他们啊，他们确实很认真，但他们身上呢有韩国人的这样的一种面对中国足球的时候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因为他知道就在足球这方面呢，韩国人还是很自信的，尤其是面对中国啊，所以呢，我们那场比赛之前，我们在有做着有球的这种准备活动的时候，韩国人在跑，而且一边跑一边喊，为什么？示威呢？那意思就是说根本不用，我就跑死你们啊，我就跑死你们。所以我们当时呢在一边组织我们这些队员的训练的同时也看那边的训练，然后呢实话讲那个气势还是挺逼人的啊，气势挺逼人的，然后就投入了一场战斗。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如果现在你还在为国家队0-3落后，然后连扳两球，所谓的永不放弃啊，不抛弃不放弃，然后所谓的这种精神还在感到欣慰的时候，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的这种欣慰其实无处不在，它并不一定仅仅在国家队身上。如果你要有心，你看一下我们这场比赛，我们体现的不是最后20分钟的精神，我们是全场90分钟。那么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业余球员，当胸前印有五星红旗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做到的某一种精神力量，国家队的队员做到了，有什么吗？难道不应该吗？不正常吗？对不对？你现在如果过分的强调这种精神，没有意义啊，它的价值本身并不大。郎平最烦的就是女排精神这句话，郎平最烦，为什么？因为郎平说精神干不动很多事情，你过分的强调精神，你就会忽略了郎平之于这支队伍的技术战术的打磨，球员心理的这种辅导，就是女排精神。这一话一说，很一竿子知道30-30年前，那意思就是说只要赢的就是有精神，没赢的就没精神。其实错了，郎平每一次带队，他的人是一样的，他对整个队伍的控制引导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不是郎平每次带队都夺冠军？说明什么呢？说明郎平的所谓传递的这种精神，或者是女排体现的精神，是不足以让女排每一次都赢的，明白吗？一定是在技术战术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中国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说是你要这场球如果先2-0，然后又被打3-0，你一定说他妈什么一点精神都没有，不给饭吃，弄死他们，别回来了，挖煤去，啊，飞机赶紧失事。其实你说那有什么，你有什么区别吗？先进两个球，后丢三个球，先进三个球，后丢两个球，你最后结果其实都一样。我想说的就是，中国队所谓体现出来的精神，是在0-3落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呢？破罐破摔了，就是火瞎踢吧。而且对方呢，恰恰已经是不想再踢了。你还记得鲁能有一次，啊，被打4-0，然后扳回来两个球，记得吗？李鑫在演播室开始摔杯子，被骂人，是吧？很多人认为那是我骂的，还记不记得？韩国人打4-0，你再扳回来两个，你再扳回来三个，那次亚冠那场比赛，还是一样，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吗？好了，如果我们把精神先放在一边，认为你6000万给你包机，你胸前有5星红旗，你是中国足协下属的足球俱乐部招的国家队的队员，你是代表国家冲击世界杯，你他妈有点精神啊，你体现出点精神，你不应该吗？你就应该这样，你应该做的难道值得大书特书吗？就像我，哎，有一天我姐说我没睡觉，我没睡着，完了你跟我说，哎，这无比具有职业精神的解说员居然90分钟没睡着，那你不是骂我呢吗，大哥，是吧？来吧，让我们回归精神之外的那些真正的实际的东西。这场比赛我刚刚在章鱼用2个小时的时间大概复盘了50分钟左右的比赛，这50分钟的比赛呈现出来的是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中国队在防守啊，这个在处于阵地防守的这种状态，处于阵地防守状态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体能非常充沛的情况下防守非常严密，第二种是体能出现问题防守阵营松散的情况下，这个所谓的五后卫也出现了问题，还有一种就是中国队跟对方打对攻啊，下半场一开始跟对方打对攻，更多的开始兵力投入到前场，然后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前场的这种逼抢，那么紧接下来是什么呢？崩盘啊。那么这两点啊，这两种情形揭示了什么道理？第一点，中国队如果想打五后卫以防守反击为主，中国队这场比赛的5-3-2做的不极致，是等于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丰碑的同时又挖了一个坑。那么有的时候你要是点对了，你在丰碑那儿啊助力，点错了你就踏进自己挖的坑里边。532昨天我直播当中已经说了，中国国家队目前要想打532，这三个人得是第一于海、蔡卫康、秦升，得用这哥仨，绝对不是于海、蔡卫康、黄博文，不是，绝对不是于海、黄博文、吴曦或者是郝俊敏，这三个，这只要加一个就达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仨得来回跑来回抢啊，是所谓五三根本达不到，可能啊90分钟能做到50到60分钟，但是其中一定有20-30分钟是断片的，只要这哥仨一对不上点一断片，打对方打到边路直接面对张林鹏或者是任豪，乃至于或者是什么这个赵明剑或者是什么姜志鹏，只要一对一啊，你不用派孙兴民，你派伊朗的、卡塔尔的，乃至于乌兹别克或者是叙利亚的，玩一对一中国人都防不住啊，都防不住。所以呢要做就做到极致，对极端事物只能用极端办法，一定不要半半磕乐，又想攻又想防就完了。有人说达到攻守平衡，攻守平衡不是 50% and 250%，所谓攻守平衡，依个人的各不同的队伍以及你不同队伍跟不同对手，它是有一个不同的比例，明白吗？你跟西班牙人，你强调什么叫攻守平衡？我告诉你，中国和西班牙攻守平衡的点在于5%进攻，95%防守，这是平衡，而不是50%那是平衡点。韩国人不信这个邪，对吧？拎着棒子上去，跟西班牙打对攻，最后几个0-6，明白吗？0-6。所以中国跟韩国的所谓的进攻攻防的平衡点不是 50%， 你要想追求攻守平衡一定是 75% 防守 25% 进攻，这是攻守平衡。如果你想的是我们所谓攻守平衡，我一半力量防守一半力量进攻，完蛋完蛋啊！
第一点，中国队应该坚持防守反击。第二点，中国队应该坚持五后卫。第三点，中国队要想打5-3-2，一定在中场换人，换三个铲子。你要有三个坎特没问题啊，你三个坎特没有问题啊，你加一西索科也可以啊。那么如果还是说以技术传控为主的，再加几个能跑的，去组成一个所谓的五三的这个三中场的话，有20-30分钟有可能就被对方给打透了啊，有可能被对方打透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中国队无论是对韩国还是对伊朗，乃至于对其他的对手，中国队的战术不能有变化，不能有变化，就是防守反击，一防到底，一防到底。你说防守反击也赢不了球，你防守反击可能是现阶段最接近概率，你人做事儿得做概率最大的事情，你比对方弱，那么呢，在这种状况下，你用什么样的概率，一种方式有可能会拿分，或者是击败对手，你得想这样的辙，你得想这样的辙。你这样辙想来想去，只有防守反击。你说防守反击只有 30% 的赢球，是对攻 3%。你说你用哪个？你说那我要死得漂亮一点，我又还用 3%， 我跟对方我宁可被打死不能被吓死，然后那个这个我是等死不如作死。可以，等死不如作死一定是在什么情况下？在70分钟0-1落后情况下啊，你作死是值得的。你别说是45分钟0-1落后，你46分钟就开始作死，那不最后就是死吗？对吧？作死，你说等死不如作死，最后是死，对吧？死磕最后磕死，得这再论的。所以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没看到我解析，那么我只能非常遗憾，你错过了可能是当今中国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一次视频的复盘，关于中韩之战，你看不到。当然有人说，我不愿意听你的，我愿意听那个哪儿呢？他们在哪儿呢？中国队定位球防守有问题啊，定位球防守有问题，尤其两翼的任意球，两侧的这个对方的任意球防守是有问题的。今天我已经解读了，而且我就直接就是现场说法，你对比韩国人防边路的任意球，和对比中国队两次或者三次防边路的定位球，其中有一次导致失分，有一次是几乎被对方顶破啊，都是上半场。这个定位球防守，高指导，你要是能，我不知道谁，你能不能看见啊，或者谁认识高洪波，带个话啊，先把这边路的防守当就是先站位可以啊，你不盯人可以，或者你站位结合盯人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一定得有人先收。当对方在出脚的一瞬间，你得是你的后卫先于对方攻击球员进入防守区域，你别让对方先进来。当对方先进来，你就把自己的命啊交给了上帝了。上帝说你死吧，你就咔嚓你就死了，给你把枪你就自杀吧，你就啪，啊，没有意义啊，枪要握在自己手里啊，它保险点。虽然说有时候也走火，可能也把自己伤了，但是你多多少少你是握在自己手里，你靠谱一点。啊，你别把枪交给别人，好吗？现在呢，有这么几点，存在争议。第一点说用人这事儿不用说了，你张琳芃肯定不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5天以后张琳芃状态好了，可以用。任航，我个人建议5天以后别用了。为什么？他不是状态一时半会儿能调出来的，他歇5天，他又比赛状态又没了。我说了，在那一个点上说对方。球传起来一直看后边有人都不知道，你队友不喊是吧，那是队友的问题。但你这个时候你要看一个，你就用旁观看，你也能应该能看见对方在后边。我说了，在那一个点上中国有19000个人可以比任航做得好，那说明什么？说明他比赛这个感觉一直没到位，他2-3个月没有比赛，这个人就别用了。尤其是呢，你现在在用他，第一，你高洪波如果他15分钟还是这样，你换不换？你对打伊朗的时候15分钟任航还是这样，又被爆了秃了找不着感觉，你高洪波换不换？你说你换打自己的脸，你那么在乎的面子的人你能受得了不？第二一个，你说你不换，你不拿国家荣誉当儿戏的吗？对不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这五天又加上任航承受了一定的这种心理的压力，他自我的这种压力也比较大，我建议自己别再找雷。人呢，不怕说别人给自己出难题，
人他妈最怕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我建议你就放下，高洪波你还是好样的，你把放下，大丈夫能屈能伸，错了就错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谁没下过课呀，对不对？你最起码你，但是我觉得国家事业为重啊，这一点你是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啊，没有必要你非得说我今天还有人行，我赌他的一地一战成名，邦邦两个定位球都顶进去了，防守滴水不漏。说白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有 1.032976%。 你愿意干这个事儿吗？你要是干，我就给你定名，你是赌徒，你是个赌徒，你是个赌徒。如果说我们国家说一个赌徒在带国家队，我认为整个国家这个足球事业是个失败。足球是一门科学，足球需不需要赌？需要第75分钟、80分钟、82分钟、86分钟去赌。你不能拿一场比赛90分钟去赌。你更何况你现在刚起步第一脚，你可以把这场比赛忘掉，重新来，对吧？但是你如果说第二步又没踏出去，又主场再被干了，再打一个又0-3落后，你再打回来俩虽败犹荣，还有虽败犹荣吗？没了，没有了啊！信我吧，好吗？我是真正的为这个国家的足球好，我是个普通的中国球迷啊，我做了点足球微小的工作，但是从我内心角度来讲，我费的这些功夫一点不比国家队的任何一个教练少，所以我认真，我分析的东西，最后球迷啊他自己去判断去。有人说你牛逼，你怎么不带队啊？你谁给我队啊？我带了，我赢西班牙了，赢日本了，赢韩国了，我带了。说你怎么不带职业队去？谁给我带啊？你是老板吗？你是许家印吗？你要是我白给你干。你不想听的就赶紧出去。我觉得人呢就是这样，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明白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有的人说牛逼，周围很多人可以，你去找他们去，你看他在哪儿呢，对吧？你去啊，你别在我这儿，你一听我的你就骂我，对吧？你是没意思，你自己找罪受嘛，对不对？这个现在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利，说我愿意看谁的，我愿意听谁的，甚至我要表达，没有问题，明白吗？也就是说，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所以我人中国人有时候就特别在意说谁在说，而忽略这个人说什么，明白吗？就是谁在说，我操，这他妈大的专家、学者、专业的职业教，他这说有道理，他光看先看谁在说，就跟中国人看电影是先看谁在演。对吧？是谁演的呀？谁导的呀？他妈的，那烂片周润发演多少烂片啊？对吧？他最后几部好的被人记住就完了。周杰伦有多少歌根本就唱不出来啊？都没调啊。但是最好就行。但你看周杰伦的歌，你听，反正因为你自己选择，明白？你不要在意谁在说，你更加注重说的这个内容，好吧？说的这个内容。所以我已经说了啊。我再重复几点，好吧？第一点，中国队必须打防守反击，必须打防守反击。防守反击是个整体的基面，不是说90分钟我就永远死防，是吧？中国人就是这样，你们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是吧？你发现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说一管就死什么呢？就坐好啊，怎么样？谁别说，谁也不说话。说放，大家来自由活动吧。我去你们打，就这样啊。无论是经济、社会、法治啊，这个，那就你会看到，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啊，就永远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点，永远达到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呢，中国人就是应该是这样啊，就是防守反击是一个基调啊，摆正位置去拼防守，不是不见得说一定是示弱，防守不是说为了他妈少挨打，而是说为了要赢，明白吗？防守反击不是说为了说我这少输，不是，是恰恰你先想赢的最佳途径，因为你想赢，你不能老是被人上半场就打俩，或者到60分钟就0-3，完了你说大哥还怎么赢啊？偶尔蒙一次可以，偶尔蒙一次可以。伊斯坦布尔之夜不就一共就两次吗？一次是利物浦，一次是我们 U14，你再多了没有了，
明白吗？那是奇迹，奇迹是小概率事件，你把握住了你就烧高香，命运对你有青睐就完了，别把那当规律，明白吗？别老觉得这次我落后仨能打过俩，我下一次落后俩我就打过俩我就平吗？不是那样，大哥，不是那样啊，再也没有落后仨再打俩了。你不信你看这次十强赛再也没有是落后三个被打俩了，没有了。这场比赛我告诉你对韩国人是极大的帮助。第一，韩国人赢了，对吧？第二，韩国人被打醒了，说一妈呀，就是中国挺厉害呀。那最后我们一松的话，你妈完了干我们两个。我告诉你，他以后他三比零，他就最后他还打你第四个。你要还明天还有这场比赛，我告诉你，他三比零的时候他一定还往里打。其实那场比赛，说句实话，三比零过后，这个叫什么？孙兴民有一脚撩射打身后，那球要进了四比零，就完全地轱辘了。真的，你打五后卫丢三个球，这绝对是防守的问题，而且这个防守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张琳芃和任航的问题，他们是问题，他们的问题可能能占到 50% 左右，但是还有问题是什么呢？你这个体系之下的五三防守顶不住多长时间，以20分钟为单位，顶20分钟就得放10分钟，这10分钟人家能干进去你就丢一个，完了之后你又调过来了，继续在这顶到20分钟之后又出现10分钟趴窝的情况，人家一对一咔咔一抹，踩着单车扒一传，后点一扒就进了，又丢了，就90分钟之内，说白了人家不用踢90分钟都想赢你的球，不用，就分阶段有三个10分钟，这10分钟光光能打进去三个四个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就像我们跟韩国人踢，其实大概整场比赛下来就只有15分钟是有进球的可能，我们把握住了，就这么牛逼，把握住了，剩下75分钟干嘛，就是对手有可能会有进球的可能，但是我们把防守做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对手进球可能的这个时间段给他遏制住，然后在我们有可能进球的时间段把握住，短暂但是辉煌，就像流星划破夜空，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行了，今儿就聊到这儿吧。刹车刹的有点狠哈、啊。其实呢是这样，就是我有的时候聊呢，其实我也不是真理的化身啊，我也不是真理的化身。人说你呀、啊、哪儿来的那自信呢？说句老实话，这里边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你因为我自黑的情况下也很多，所以我是一个善于自黑，也善于自嘲。也善于自信的这么一个人，是吧？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你别光看我吹牛逼，那我说我自己是傻逼的时候，我也有啊，对吧？所以人是这样的。第二一个，这种节目啊，也多不是节目啊，就这种聊天啊，它是一种什么？它是一种很自我的氛围，就是有的时候它为了搞气氛啊。但是呢，我真正的自信是来自于这个录像，我看了三遍，我又带着15万网友一块分析了一遍，后来六啊，无数六。啊，完了，我认为全中国到现在为止，高洪波还没来得及看呢啊，可能刚回来，今天正在看，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我对这场比赛研究的这么深，或不能深吧，就是这么认真啊，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啊，可能有个把球迷啊，在但是他们可能表达呢，可能不像我这么容易吧，或者是啊，也可能有啊，但是呢，就是我说这个圈子里边吧，就这个圈子里边，所谓专业圈子里边啊。或者是职业圈子里边，我不算职业，我算专业圈子啊。怎么专业？就是新闻专业。我是这个首都体育学院这个大三的必修课体育赛事报道的一个教授，不是就是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哎，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认真的人呢是值得尊重。我觉得我呀错对错，你可以认为我说的不对，但是说句老实话，我这有探究的精神。我认为我是可以的啊，我是可以的啊，而且我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人在看这个东西。你要说就一个大傻子，就像我长成这样，有现在 29.7 万人在看，你说这些人都是傻吗？是傻吗？说他们想看点有颜值的或者好玩的，他们愿意看这个，那你这20多万人是傻吗？不傻，这20多万人恰恰是聪明人，因为他们知道听我的东西多多少少呢，能受点启发。咱不敢说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引导，不，就是我提供一点思路，大家你去想去，没有我教不了你什么，我也没有这个义务，我也没有这个责任，
我凭什么教你啊？你都连钱都没交呢，我凭什么教你啊？我没有那个，我也没有那个想法，我就是分享，你愿意能听进去，对你有帮助，那我就心里很开心。你说我听不进去，你就骂我一句，你就走，你就完了啊，你就完了。我告诉你，韩国人，韩国到处都是实名制，韩国人网上极少骂人，极少侮辱、造谣、诽谤。为什么？因为你说了就能逮着你。韩国人为什么说？韩国人为什么要是政府下令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这个实名网络实名制？因为韩国人你不骂他就自杀，你明白吗？就是心里比较脆弱，他有时候想钻牛角尖，妈为什么他是为什么他不爱我啊？为什么他不爱我？我长得裴勇俊，完了张中建，完了这个谁？宋承宪还是什么？反正我长成这样，完怎么那女的还你离开我了？不行，我想不通，不行，我就哪最高？就去那个什么？去那个韩国那个首尔那个大厦，双子座，你跳下去。好，你跳，啪跳下去啊！然后你想，他在这种状况下，他你不骂他，他都自杀啊，自杀率非常高。你在网上再给造谣，说他带着国安队员出去去大保健去了。他请国安队队员出去了，完了你说，哎呀，我这荣誉，我这声誉没了，我怎么可能他怎么能造我谣呢？完我又抓不着他，我没办法，他就说我带着国安队的队员还有教练组成员一起去做大保健去了，完了之后那个买单还买他全给买单了那天晚上。因为还有叫双飞的，所以也结了最后数人头，说他妈一共19个人，怎么他妈的出来24份钱呢？哦，有人叫俩，你妈那个你真他妈讨厌，你特别讨厌啊！完有人这么编故事嘛？完了，那我一看，我说哎呀，完了，我不行了，我对不起我老婆孩子，我孩子长大了，一搜网络贴吧里边说怎么说他爹当年怎么带着一个队去大保健去呢？不行，我这受不了，我这我丢人丢大了，我这自杀吧。我在哪儿？我去哪儿呢？我去这个京广中心吧。不行，京广中心那边都被赌球的给占了。那我去哪儿呢？世纪坛，世纪坛太矮，摔下来最多摔个半残，完了你还得买个轮椅，又费钱又费力。那我怎么办呢？我这摸电门吧，摸电门，完了那个电有时候是220的还是380的呢？380的摸的可能更舒服一点，死的没有痛苦。那行吧，摸380的吧，摸380，那万一焦了，那没死怎么办呢？就把这胳膊打断了怎么办呢？我去哪儿呢？我这个最后怎么办呢？我这个啊，我去卧轨去吧，卧轨不行啊，卧轨完了失手两端呐、完事拼不好拼，你到那个你殡仪馆嘛，完你还得花一笔特别那个贵的化妆的钱，你要死了最后你就别给家人添那么多负担，行不行？你痛快一点，吃老鼠药，老鼠药找不着，老鼠吃老鼠药都不死，你说你怎么办呢？我这个怎么死呢？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哎，就是所以呢，就是这韩国人他这个互联网啊，确实是这个实名制的啊，所以很少有这个造谣诽谤污蔑的啊。我这说远了啊，说到国家队，说几天之后就对伊朗了。说白了啊，伊朗这个球呢，我看了20分钟，我心里有点含糊啊，心里有点含糊。说伊西亚人有时候他不按常理出牌，韩国人这牌啊，你大概其能看出来，他怎么拍，哎，怎么打啊？起手牌13张，啊，你看这个是留一张风。先把别的封，但是留一张封。为什么这张封等上厅的时候最后打，是吧？然后说呢，我是拆条子还拆腕子？这边2258，这边呢1346啊，那就拆258吧。258先打哪儿呢？先打五魁啊，这先打二吧，先打边上吧。这是韩国人路子啊。你要是这个伊朗人呢，说一上来起手，哎呀妈呀，什么牌？把这封都留下，258万，先打5万。说这种西亚人呢，有时候他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更难。你看，像就那个伊朗打卡塔尔那个第二个球，那他妈不是胡来吗？是吧？八一长传过来，一内切直接就抡。大哥，一般来讲抡100脚、99脚是飞机呀、是各种飞机飞。但这哥们就直接抡完就进了，啊，不是很好打。但是西亚人他有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这个冲动型，你明白吗？他游牧民族，最早都是他天天骑着马在草原上。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完说那个蒙包里面啊，弄个大个包，包里面完说那个说你那个出去了，完你媳妇儿一个人在家，完说来人了怎么办呢？说你这样，就是我就把马鞭子往这个
往这个那个帐篷后前面一插，把马鞭子啊，马鞭子意味着男人嘛，往那个这个帐篷前面这一插，完了就进帐篷了。那意思就是什么？哥几个记住啊，我这插着呢啊，我这马鞭子插着呢，你要别进屋啊，别进屋，因为这东西隔音也不好，也没有什么锁，也没有什么这个密码锁，你光你推进来，你看你不该看见了。你辣眼睛，那跟我没关系啊！马鞭子把你插啊！所以这帮人呢，就属于不按常理出牌的啊，不按常理出牌。所以这个时候更应该小心，用什么呢？用中国人的严谨，用中国人的严谨。中国人有时候相对的比较严谨。你看，你考试应试教育嘛，要把这个题给我背了，其实咔嚓咔嚓就背了。考试啊，完事之后我就运用实践，不会你就听话嘛，听话，给你交钱嘛，要不要钱？奖金要不要？要，你听话啊，把皮篱笆扎紧了，然后国家什么荣誉。讲讲，你逗他们啊，逗这个西亚人。西亚人有时候是什么客场主场，跟他们没关系。西亚人没那脑子，什么主场客场都是我家的，什么我家帐篷他家帐篷，马鞭子往这一插就是我的，进门啊。所以呢，这时候你先逗他啊，你打主场，你对这个伊朗什么的，你先让他打。他开始教练可能说，哎，哥几个，今天咱们是客场，完了咱们先稳一稳，等中国人第一场输了，咱们赢了，咱们别着急，等中国人攻上来，咱们打他啊，咱们打他。伊朗人说啊，没问题，好，教练你放心吧，你妈这一出去一奏国歌啊，这一站队，完了就守了三分钟，马上就攻上来啊！你恰恰用这个啊，你让他们攻，然后就是而且你给他营造一种这场球没问题啊，客场拿三分啊，你把这位置都守住了啊，等，帮偷一个急了啊，不行，把马鞭子拿起来，啪，走上，这时候你干等半马索，扔手榴弹、烟幕弹。啊，最后咣咣给他干，只有这样，啊，只有这样能干伊朗。你别上来就跟攻，你一攻他一，哎呦妈呀，妈呀，咱手痒，咱偷他。这时候你要让伊朗人偷，我告诉你，就保不齐了啊。当然了，伊朗这两个球，依据我玄学来讲，第一个球是对方送大礼，你妈门将一开，直接开人脑袋上了，你还不如直接把球给人家呢。大哥来，你射我一脚行不行？啊，弄一点球。第二个不是点球啊，就被人一反击给打进去了。第二个球呢，就是对方神仙球啊，八一内切，八一打。说这种球呢，实话讲呢，就是说这个按玄学角度来讲呢，打中国他这两种情况他不会再出现了。就跟你说，你今天被交警罚了啊，上午被交警罚闯红灯被罚了，你下午你随便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你今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就是你就停车啊，你在这停车，爸被贴条了啊，你说昨天被贴条了，你今天在这儿，我一般来讲不会贴啊，就直接被砸了啊，都有可能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夫战勇气，但是呢，更多的得是智慧。中国人是有脑子的啊，但是中国人有的时候呢，这个脑子吧，用的不是地方，明白吗？就全他妈用歪了，要怎么面子啊？完了这个信任，完了这个嫡系。完了，这个怎么弄？就全他妈用歪了，根本都没完全用在这个事物本身上，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弄了弄去，完了之后你走三步退两步，为什么呢？都是自己给自己扯后腿。所以你看着咣咣开始往外走，永远都在走，三步两步三步退两步，所以走得慢，有时候还退急着急退五步啊，魔幻的五步啊！所以呢，中国队啊，就得明确这点。就是舆论呢就是这样，我跟你讲，大众都是无知的啊！我这话你可以骂我啊，但我说的就是什么实实，因为中国人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没有独立思考，都是喷子，就是谁说的啊？情绪差不多，周围都这么说啊，我也跟这么说。这民众我就不说了啊，就说这个圈子里边，进去新华社也好，你们人民日报、央视什么这那个，这些人背后不就是人吗？他不是什么机构。他这个人是在那儿工作的，他一观点就代表了这个机构的观点。要不然人家那个凤凰卫视，人家为什么你老说本节目啊，主持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什么都很个性化的表达。中国人就是看央视怎么说的啊，看新华社怎么说的，看那个这个人民日报怎么说的，都他妈是屎，没有用，就是人跟我一样，都是人类，就是他的足球的认知就决定了这个机构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听他们人民日报央视跟我讲的都一样，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人对足球认识和理解。好累啊。但中国人就是第一，我认牌儿啊，谁说的央视说，哎呀妈，央视啊，人民日报来了，哎呦，新华社记者，哎呦喂，你这不是跟政府一样吗？
那你不变成政府了吗？你别把自己当政府行吗，大哥？啊，别把自己当政府，我请求您给我辅政一下就行，好吧？啊，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看比赛别老带着情绪啊，差不多就得。当时当天晚上你是呜嗷喊，你是流泪，你还是欢欣鼓舞，完事过完了，24小时过去了，该踏踏实实看看比赛了。输在哪儿？怎么回事？对吧？532和541到底什么区别？中国队目前有足够的能力跟哪个对手能打对攻？哈哈，你这些问题你也明白，防守定位球有什么问题啊？任航到底用不用？张琳芃怎么回事？中场那几个人怎么弄啊？前面吴磊，后边怎么郜林，能不能上？江宁怎么用？这些东西是真正的东西，就别再弄别的了，一点用都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今儿又虽败犹荣，女排精神，国男足球，别闹了，神经都快成精神病了，大哥，啊，行吗？就差不多就得了，先把这事物本身认识清楚。你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你还有两道程序。发现问题完了得思考问题，得分析问题。你他妈光发现了说这他妈长得不行，长得不行你得想辙呀，都你得化妆啊，或者你通过衣服搭配、发型刷刷的，你这不起点气质什么的，是不是？你不能说光长得不行，你天天说他长得不行，你最后完了还变出去，不还是长得不行吗？明白吗？说先发现，说我是怎么回事？这女的老不理我呢？哦，我长得不行，长得不行完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说那个我那个哪儿长得不行？分析分析。哦，鼻子大不是那个什么也大吗？但是在我这有点特例哈。那我那应该怎么办呢？穿衣服呀，人靠衣服马靠鞍啊，你整两个马阿玛尼啊，弄个这个爱马仕啊，跑步的时候这样晃着走到人民大会堂前面晃着走啊，完了你的记者拍了，你这不就气质提升了吗？然后接下来怎么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是你买爱马仕阿玛尼，你不得用钱吗？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呢？偷去呀、啊、不是没那么多钱怎么办呢？你买点假的呗，对吧？你就大概齐阿玛尼不行，你阿、啊、你妈，你把阿、啊、你妈拿上来啊，你穿上啊，反正你总而言之那个变化点。另外一说，你分析谈吐不行，那你一上来吧就吐掉渣，说那些东西不是很高大上。你跟人女的一聊，你要追的又是个文艺的女的，你怎么弄她呢？你对症下药啊，背点尼采是吧，背点尼采弗洛伊德是吧，完了弄点美剧，千万别看韩剧啊，看美剧，说看美剧啊就有点俗了，看英剧啊，看英剧的根本瞧不起看美剧的，你就看英剧啊，看完英剧完了听点英式摇滚，英式摇滚跟美式摇滚什么区别啊？百度去啊！完了之后跟您聊，啊，你这么一聊完了之后，有可能啊，你说咱今晚上一块回家，不，对，我就给你送过去，你晚上走，欲擒故纵，你别人说这一块儿上楼吧，你就好啊，太好，等这天等300多年了，嘎嘎跟着上楼，那一看人家你这图谋不轨，你得这么说，您上楼吧，先生，不是先生，什么不是先生，认识了，啊，上楼吧，啊，不，今天太晚了，你这一天也挺累的。你那个，你上去吧，然后我看着你上楼，好吧？你把灯关的时候，我再走。完事儿，女孩，你就上去了，走。你这，对吧？你这么着做，第二天他就问你，哎，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去。说齐了嘛，是不是？对吧？你得这样说，人呢得有方式方法啊，你得活得聪明，得有方式方法，但是一切得用心，明白吗？得用心。因为你用心了，你就会感动一些东西，冥冥当中会有一些操纵的东西，它最后因为你的这种初心和你的这种投入，你的执着，然后加上你聪明的头脑，最后它会青睐你的，它真的会青睐你的。我们那天跟韩国上半场我们顺风，不是硬币一抛，你妈顺风，而且那天阴天，听了啊，阴天下雨顺风啊，上半场顺风，到了下半场，我说妈呀，这体能够呛了。一换边之后我们变成逆风了，完了你再一下雨跑那虽然说那个天挺凉，但是你要老下雨的话，这个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呀，但是下半场一开始没多久雨停了，风也停了，你妈什么意思？就是让你赢，这就是你感动了上帝了，上帝或者老天爷东海龙王都可以，甭管是谁，幸运女神、自由女神、希腊、雅典、缪斯都可以，所有的泰国、如来啊，
这个基督耶稣啊都感动了。他们一开会说，这些中国孩子真他妈牛逼，他妈能他妈拼成这样。然后这带队戴眼镜这个挺胖的这个真他妈研究，昨晚上到他妈凌晨四点还在那为首发阵容怎么打还在琢磨呢，还在画。咱们让他赢吧。管风的先上半场先给他们顺风，下半场停啊，好吧。管雨的差不多得了，别下那么长时间了，好吧。然后这个天管天的，别千万别能出太阳，一出太阳的话体能消耗太大，他们中国人他们刚来24小时，他们你差不多得了，一直阴着好吗。然后管裁判的管裁判的那个你管不住是吧，收回钱了吧，你妈你行，你那你们别太过分好吗，你要太过分我也受不了啊。完了就这样我们就赢了啊，我们就赢了。所以你得先做到，一定得啊，支付宝转入收入人民币，哦，也比钱到啊，也比钱到。不跟这没关系啊，今天我有队员回来的路上啊就问我，董哥你那个昨天晚上600多万人看，那你这个播这个东西那边给你钱吗，我实话跟他说，我说兄弟真不为钱，什么花椒硬客是给我开钱的，我让我去，可是我一看呢，我不能说别人不好啊，我只能说我说那个不适合我啊，我就在一直播这儿，说一直播牛逼，不给钱啊，不给钱你愿意说你就说，你不说拉倒。我说那我接着说吧，因为我说这东西不一定说是为了不一定说为了赚钱，但是有一天我说我辞职了，我什么营生都没有了，明白吗？有一天你记着啊，如果有一天我辞职了，乐视什么都不去了，章鱼什么都不去了，我现在只剩下在这儿一件事了，我就每天跟大家聊天，我在那一刻我一定跟你说我没有收入了，你听我讲课，你就当听课，你得给我钱啊！我希望到那一天，我知道98%的人得走，因为这种转化率大概只有2%到3%，97%98%的人赶紧，哇操，收钱了，走了，听完拉倒了，走了，玩别的去了，看别的去了。我知道啊，但我希望那里23%你们留下来啊，因为你跟我在一起，你们人生将会非常的亮丽，知道吧？我带着你一起感动上帝，好吧？所以这就是中国队。中国队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首先得发现问题，第二呢分析问题，第三啊去找出方法，争取去解决问题。在这几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啊，这个国家队啊，历来都是这样，不仅是国家队，中国的公司都是这样，国外可能也会有这样，就是他们只留给一个人思考。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兼听则明的人，这事儿就好办；如果这个人是个本身又觉得又耻于下问的，那就完蛋。啊，中国很多的企业辉煌，最后的磨灭没落，完全就是这样，一个人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啊，就像我们这个队伍也是这样，没有李毅出手啊，帮我来一起来带队员的准备活动也好，包括临场的这种我们的商量分析也好，如果我不跟主要的几个队员事先的这种沟通啊，相互交流，然后也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可能赢不了这场比赛。但是中国的很多的情况下是他们唯我独尊，我他妈一个人说了算，周围的人就是好大哥，你看那个李皮那也是，李皮那后边那哥们儿平常帮李皮干了多少事儿，明白吗？那哥们儿长成那样的，那哥们儿一直在那，你知道吗？那哥们儿一看唐天你给他仨美女脱光了在那儿，他都看都不看，他说我先看球啊，就那种人帮李皮帮一个好汉三个帮，像这个中国国家队中国人带没有，我告诉你啊，就是人行这个事儿。100%我敢肯定，在国家队的层面上，从他们领队到助理教练都有反应，一定都会说这个人不应该上，但是没人说，为什么？我的饭碗是你给的，明白吗？中国人讲圈子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吧？你是这导演，那你肯定我有我御用演员都来，灯爷，打灯的，摄像的，这些东西都我的，都我的，来，像这些这一伙的人，就怎么说怎么干。明白吗？我也希望，有时候坦白讲，我也希望，比如说去韩国，我也希望全是起航的，全是我认识的，全是我信任的，我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啊，所以说有六七个以前根本不认识的队员加入这个队伍，但是我们这个群，我们这些人十几个人，最后能够在韩国完成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美妙的时刻，然后大家能够彼此交心啊，绝大多数的孩子很朋友。
朋友一样的。比赛结束之后，包括今天我们分开，虽然我们以后还会见，但是总会有一种结束了一段日子啊，回归原来的生活。然后有的队员给我留言，董哥，有你我感到很幸福。我一看这个，我真想流泪，但我觉得他说的我能体会到，因为我有他们也很幸福。所以中国人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相互真正开诚布公的交流，得有人提醒啊。中国历史上就是皇帝独大，但有的皇帝为什么成功了？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很好的很牛逼的王后啊，枕边跟他吹吹，老公这事儿你这样，你别给他发配那么远了，你留着让他给他留在宫里吧。啊，真的吗？他说他行，他能帮你啊、哦，不杀他了，可以，那留下来吧。好、哦，留下来啊、哦，好，最后皇帝被他杀了啊，这都有可能啊，这都有可能。所以呢，很多事情呢，还是得看本质，得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中国人缺少这个，真的，中国人缺少这个，而且中国人确实有时候，我带业余队到国家队，我刚才今天分析的时候，那李学鹏没跟那个人的时候，任航没到位的时候。人行要争顶的时候，身后有人的时候，你他妈周围人能不能喊一声？能不能喊一声？你说曾诚那边看不见，因为得看着球，你这边斜刺里中场的离他十来米的，你喊一声，后边有人，你就张一下嘴，什么 Open your mouth， 可不可以喊一声？我们打那场比赛上半场就有点闷，因为对方都是在控球。下半场我说了，记住场上的11个人，每一个人下半场给我喊一次，一个人喊一二三中国队，其他人喊加油，每个人必须完成一次，这是我给队员强行下的命令。最后场上大概只有4到5个人完成，为什么？那些人不是说不完成，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但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你就喊一声有贼，你就喊一声。所以我今天我用我自己最后一点那个奇思妙想啊，我结束今天的这个聊天。中国国家队缺一个人，这个人呢不是说什么分析这那的，但是你会点也行。缺一个韩指啊，他姓喊，就是喊人的喊，指导的指。专门都是哎，徐指、王指、张指啊，这个高指，就这么喊吗？中国队缺一个韩指。这个韩指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比赛的时候啊，他是记者啊，他身份是记者。潜伏嘛，他身份是记者，但是他不干记者的事儿啊，他不干人事儿。他呢就让他每次呢就站在穿着记者背心就站在中国队的球门后边啊，球门后边，嗓音条件必须得达到这个播音系的水平，普通话啊，普通话一级至少一等啊。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场上形势的洞察这个能力必须得突出，必得突出。然后呢，就是性格必须外向，啊，嗓子就是常年不能哑，而且呢，穿透力非常强，演个话剧都可以啊。这样的人，一个月月薪3万，税后的，啊，税后的，国家队给提供吃喝穿拉撒啊，每年呢有2个多月的假，啊，韩指，每年就是这种啊喊的，平常别露面啊，平常去你就找一个姓董的一个说球的，你们俩就在这聊完了，他告诉你怎么喊，你也自己分析，你掌握这个技能，然后你每到中国队比赛你就在后面喊，你就喊，你们就你喊的效果最后决定你奖金啊。你说你喊出效果来了，说你这一喊能够弥补了一个对方的一次进攻，加2000块钱啊，说这个球该喊没喊扣1500啊，就这么一个韩指，把这个韩指呢给他融就放在这个球门后面，说你说这个他妈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干的，你妈全世界有像中国足球这样的吗？啊，宋丹丹不是说了吗？最揪心的是足球，最揪心的是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是个特别事物，你用特别事物就得用特别的方法，找一个韩指，好吗？你别80亿啊，你花不了这点钱，一年一个月3万，一年3×12=36万，给他让喊啊。然后呢，这个你不是国脚包机就花6000万，你再加个40-50万给他，让他喊啊，就是随时这么洞察人，注意，哎，回来收，哎，注意6号，哎，那是右脚，哎，防穿中，中间跟人跟到底，好，上去踢踢，有这么一个人，中国队打进世界杯分分钟钟的事儿。